过3万支持者夹道欢迎马英九，这个大进场可是让国安人员吓出一身冷汗。我们台北县一起加油好不好？台北县加油，台北县加油。客情人员超紧张不是没有理由，大选倒数再度传出暗杀情资，眼尖的观众看到了吗？萧万长的背心跟平常很不一样，在特勤人员要求下，萧万长可是穿了防弹背心，而且足足有2.5公分厚。来，没有，我听不清楚了。不知道是真的听不清楚还是想低调，不过王金平倒是亲口证实马萧都做了安全防护。是吧，他们有穿防弹衣？我在旁边看，我知道啊。有吗？厚厚的啊。有啊。暗杀情资吗？我不知道。你去请教他好不好？有没有穿防弹衣？我干嘛要穿啊？不光是王金平察觉不寻常，就连国安局长许惠佑也罕见出现造势场合巡视，特勤人员更是搬出弹道侦测仪器拉高警戒，让热闹造势大会多了几分紧张。中央新闻张杰、李文斌台北报道。